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三章，主在这里，因为他的呼召没有得着我们立即的反应，他要与我们，我们与他同去，但是当他去的时候，我们却是迟疑，愿意留在我们原来对他享受的光景里面，一直在感觉上享受他的同在，在感觉上有某一种的享受。所以主在这里为着带领我们进到更广阔的世界和领域，有更深的连结，他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对付，那个对付不是别的，乃是他隐藏了他的同在了。从前这个女子，她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内实，不光是在那里有艳艳手，并且享受在船榻上跟主以青草为船榻，享受主甜美的同在，但是那一个时候他在船榻上找不到主了，他发现主不在那里了。事实上主已经告诉他，他是在墙壁的后面，但他不愿意跟从，他还愿意等在比特山上盼望主回来，所以主就收回他感觉上的同在，他不见了。所以这一个就激动了这个女子，愿意起来，愿意离开她所恋慕的那个船榻。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有一种的吸引，就是他把从前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感觉上非常甜美的同在收走，那一个就吸引我们在饥渴的要主自己。我们平常说马太福音饥渴慕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说饥渴慕义，那并不是太完美的说明我们那个饥渴。饥渴不仅是慕义，应该是渴慕主自己。我们感觉失去主，那个失去的感觉是我们享受过主甜美同在的人所受不了的，所以他就愿意起来了。所以主的呼召不能叫他起来，但是主收回他感觉的同在，就逼着他必须起来来寻找主。这个女子起来怎样呢？她就要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来寻找她心所爱的。这里的街市，这里的城，这里的街市宽阔处都是正面的，我相信这个城乃是指着教会，而宽阔处和街市上乃是指着在教会生活里面所有属灵正常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她要在教会里面，要在圣徒的交通中间，盼望再来找到主那个甜美感觉的同在。我也相信他也试着用所有他以前所用的方式，他也许也呼求主名，也许也祷读主话，也许也唱诗歌，也许也大声祷告，进食祷告，想用这种种以前非常灵的方法来找主的同在。但是很奇怪，他就在那里寻找再寻找，好像都没有寻到。那就在那里他就碰到城中
巡逻看守的人在那里，在巡逻，在游行，在召会中关心众圣徒属灵光景的圣徒们，女子就很愿意从他们得到帮助，告诉他们说，到底主在哪里呀？我怎样能够找到主啊？我相信在以前，这些在城中游行的人，应该都给这个女子有帮助。他们有真理的知识，甚至也有一些经历上的进入。所以这个女子就请教他们，盼望他们给他们给他帮助。但是当主要在这里带领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别人怎么帮也帮不了你的忙，从前领现在也不领了。所以在这里他说明他怎样试着用各种的办法在那里寻找主。感谢主，虽然这些似乎不能帮助他，叫这个女子就离开了这一些人。但是刚刚离开呀，他就遇见了我心所爱的。也许主在这里就看这个时间可以了，这个情形是可以了，所以他又恢复那个感觉上的同在了。我们必须看到，这里主收回他那个同在，并不是真正的收回那个同在，乃是收回感觉上的同在。当我们经历基督的死跟复活，在灵里来享受主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感觉上都是那样觉得主的同在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枯干，有的时候好像摸不着，那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运用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来继续保留在主同在的实际里面。那主就在他看为适当的时候，他又把感觉恢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觉上的枯燥，感觉上的摸不着，跟实际上因着你得罪主，你没有活在灵里，你凭你肉体救人活着而失去主的同在，那个情形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很难说，但是我们经历里面我们会辨别，因为你的良心，你搜查自己，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事是你没有对付的，你还是依靠主的宝血，你还是有这个信心，但是你就是没有觉得主的同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在一种仰望的心里面，凭着信心往前去。比方说在座我们都是在教会里很有服侍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一个朋友，或者我们去参加一个排聚会，或者要在主日弟兄们安排你要起来有一段时候的分享，有的时候你好好预备，你就很觉得主的高友和你同在，你非常的清楚你该怎样的说，并且你说的时候真觉得有一种流畅，生命里面有一种涌流。但是也有的时候你也好好预备，好好祷告，好好仰望，但是你里面就是觉得干巴巴的，就是不觉得有一种清楚主的指引。那你怎么办呢？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主啊，我这样我起来我讲什么，我起来我不光是我自己丢脸，我也丢你的脸啊，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场合你不做我的
供应和全源，我能拿什么来供应别人呢？但是你寻找再三，你祷告再三，你里面还是枯干的。那个时候你只好硬着头皮，你才应付这些需要，并且有的时候你就这样来释放主的话语，整个过程你还是觉得非常的枯干，但是你凭着信心仰望着主，一点一点把该说的话说了，你回来的时候你觉得里面一点没有兴奋，一点没有享受，但是末了你听见别人给你反应说，哎呀，你这一次这个话语真给我供应了，我真是得着了安慰，得着了关照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这一个跟你因为得罪主失去交通而失去的那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主的同在，他是同在，他就是同在，你里面知道了。但是这一个知道不一定都每一次都有那样的感觉，但是你凭着信心你就往前了。这样的情形多次了之后，我相信对你属灵生命的老练呢、是非常有帮助，你就在这里脱离那种感觉上的兴奋，而凭着信心活在属灵的世界里面。那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她就碰到主了，主就又给她预见了，她真是欢喜的不得了。在这里说，他说我就拉住他不容他走，我就拉住了他了不容他走，他就用尽一切的力量说，这一次可不让你走了，我一定要一直要和你在一起。这里一面说说出这个女子对这个良人的恋慕，那个爱情的迫切，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另一面也是说出这个女子还是多多少少留在自己里面，希望主照着她的方式在她的情形里面来和她同在。其实若是你真正与主同去，他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他怎样你就怎样，你不必拉着他，你就一直经历他的同在了嘛。你所以拉住他，就因为你觉得怕失去他，你要主来救你而不是你来救主。但是无论怎样，在主看到了这一个阶段，主觉得你学的功课学了一些了，所以他就容让这个女子来把他拉住了，并且把他领到这女子的母亲的家里，到怀他者的内室去了。那读经的人都承认，这里这个母亲呢，就是指着神的恩典来说的，因为神的恩典是我们的源头，而怀这个女子的那一位乃是指明神的爱，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是这里所说的家和这里所说的内室。这个女子就愿意把这一位主就带到神的恩典神的爱里面来饱尝良人的同在。这一个跟前面王带他进到内室的确是进步了。您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蒙恩，能够得着神这许多的供应，许多的保守，许多的吸引，它的基础都是神的爱，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爱吸引了我们，是神的恩典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让我们来享受。所以就在这个爱和恩典里面，这个女子就越享受到主，她就越看见不在于我，乃在于他，不在于我的所事，乃在于他的爱和他的恩典，全是恩典吸引我来就近他，来进入这个爱的交通。人越凭着神的爱、神的恩典，他就这一个人，他一切的情形，他就越过就越稳定了。因为神的爱是不变的，神的恩典也是不改变的。我们自己的观景常常是可变十方，有的时候特别心蒙恩的人，他得罪主了，里头觉得有控告有定罪了，他祷告求主赦免，但是求主赦免之后，他总是有一种谴责，有一种定罪，说我恐怕要再苦待自己，过两天了我再来亲近主吧。他总想我要变好一点我才配来亲近主，我要里头在某一种情况里我有一种得胜了，我再来来接受主的恩典。人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很难很难根除他里头的那个空气，那个味道，就是要凭着自己的功劳，凭着自己的成就，凭着自己的所事啊，能够蒙神的称许，来得着神的交通。但是这个女子，她拉着这位良人的时候，是带到这个她的母亲的家里，怀她的那一位的内侍去了。她就看见这一切不是她自己有什么，完全是神的爱，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并不是说他可以乱来，这不是我们的意思，可以太更随便了，绝不是的。但是您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己里头有一个非常隐藏的东西，就要用神的那个恩典和恩赐建立他的自己成为某一种的人。但是神的工作啊，永远是拆毁我们的自己，把我们带到他的爱和带到他的恩里。所以这个末了这一句话也是相当的重要，就在这里他享受主的同在。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他的确让主的那个成分和素质更多的浸透在他的里面。所以等到这个第三章第五节这里，王就吩咐嘱咐耶路撒冷的女子，再一次嘱咐他们，让这个女子在这一种交通里面再能够过一段的时候，直到他的心里愿意能够再起来。所以这是第三章到这一段的情形。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到了第三段了，就是第六节开始。我们记得第一段完全被这个女子被吸引进到爱的交通里，享受爱的丰富，爱的满足。那第二段呢，主就在这里有一个带领，愿意这个女子在一种复活的情景里面脱离她的自己，享受与王一同到这个复活的
丰盛的里面去。他虽然跟不上，但是到了末了，他也学到相当的功课。嗯，所以就在这里第六节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这个女子有一种的光景，她的身上又有更深的变化了。那个变化，她说第一，从旷野上来。我们知道旷野的意思就是漂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走的路就是一种漂流的路，有的时候在那打转转，有的时候又回到原地了，有的时候又停顿下来，有各种的情形。虽然也知道那个目标是迦南美地，但是一直进不去。那我们也知道，在属灵的预表上，迦南是预表基督的丰富，基督的自己，而旷野乃是指着我们的魂。活在属魂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漂流的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有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大复兴了，有的时候一碰到有什么事了啊，一下又泄了气了。所以常常或高或低，高的时候非常起劲，低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有的时候是里面很高，有的时候啊外面也显得高，有的时候是里面低外面还是很高，是内高内低。你外面别人看不出他什么样子，实际上呢，这一个礼拜高低了几次。我们平常的时候在魂里面生活，最大的特征就是这个漂流，一下很有心追求，一下又没有劲儿了。所有的励志好像都算不得数。那这种旷野的漂流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一活在灵里，你就跟神连起来，但是你活在魂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和外面的事物连起来了，外面的东西一直会影响到你的魂的感官，叫你有那各种不同的感受。所以环境怎样，你就随着环境在那里浮沉了。这一个是属魂的基督徒最大的特征，但是也不能够避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从属肉体甚至属肉转到属魂，属魂要再进到属灵，这个是需要一段的年日，并且在这个年日里也需要很多的高高低低的光景。但是感谢主，到第三章这里，这个女子啊从旷野上来了。哎呀，真好啊，真是从旷野上来了，离开了那个漂流的情形了。它的形状就像烟柱一样。在圣经里只有旧约有两次说到烟柱，这个烟柱其实就是云柱嘛。一次提到出埃及记，我们的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带领他们的时候，他是一个云柱。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女子，她的光景形状像烟柱一样。这个烟本来是漂浮的、不定的，非常的不稳的，但是在这里却成了一个柱了，柱子了。它是
稳定的，它是坚定的，它是不动摇的。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相当的观景，你就看见它有一种神的彰显了。它这个烟啊，是从火所产生出来的，而火是在这里是表征圣灵，就一种圣灵的能力，叫它有一种的坚定。凡是从旷野上来的，它的形状差不多就是一个烟柱了。在神面前的属灵生活，属灵的生命是一种烟柱的生命，属灵的生活也是烟柱的生活，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烟柱的一个生活，他是往上浮的，他不是在埃及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甚至不只是地上的百合花，他有一些属天的光景出来了。虽然还没有成为天上的月亮日头，但是是一直有一种情形是往上升了，有一种升天的趋势了，那个实在是非常的不错，非常的稳定在那里。这个教会里面若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这样的烟柱，从旷野上来的弟兄和姊妹，那是何等的宝贝，是何等的好。所以第三段的开始，这个女子的确有相当的变化。不光是这样，她是以没药、乳香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她有一种的香气呀，来把这个女子把它熏到一个地步，里面都熏透了，并且呢把这个香气把它散发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熏的过程，就是先是把一种味道来做到渗透到它这一个东西的里面，到一个地步它跟这个香气味道啊就合而为一了，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放射那一种东西的味道了。所以这个女子她是有三种的情形，其实是不止三种，就是以没药、以乳香还有三人各样的香粉，不止有死有复活，还有各样基督在复活里面的丰富，基督所示的丰富那个馨香呢，来熏它，成为它里面的组成了。我们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听到高峰的真理，一直说到三一神要把他的自己怎样来做到我们的里面，构成了我们里面，至终呢成为我们的构成。这个构成我们在这里的说法就是熏，熏就是啊那个构成。所以一次也许还不行，还两次，还再三次再四次，到了一个地步，这个味道完全透到里面去了。我们对于基督的死跟复活经历，的确是要一再一再的来经历。所以刚开头的时候，这个女子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的末药，我也以我的良人为一束的奉献花。这个时候末药就是十字架，奉献花就是指着主的复活。那么已经有这一个了，为什么底下他还有
这个磐石穴中陡岩的隐秘处，到后来甚至说莫要山乳香冈，你就看到这个莫要跟乳香，它是要一再一再多而又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到一个地步真是把我们熏透了。所以从开始一直到末了，这个我们女子这些主的这个佳偶啊，能够成为主的佳偶，能够成为美丽，能够成为馨香，完全是借着死跟复活。环境可以不同，遭遇可以不同，度量可以不同，基本的原则没有办法逃过死跟复活。死得越透，复活得越透，你那个馨香就越透了。我们诗歌408首说，我们的良人香如末药，我愿意藏在我的心房。这个末药啊是香的，乳香是香的，末药也是香的。弟兄姊妹，我们请问大家，这个末药这个十字架怎么会香呢？我们感觉这个十字架不是很苦吗？为什么会香呢？不错，这个末药是个苦东西，真的末药是个苦的，但是闻起来又是很香的。在你是蛮苦的，但在别人呢，又是非常的香，这是很奇妙的事。我比方两位的弟兄或者两位几位姊妹在一起，其中交通谈话出了一点小故事，那有一个人说话起来就不大客气了，那说起话来就带着刺儿，说话起来那个味道啊，或者是贬那个别人，或者是扇那个别人，刺这个别人。你表面看这个姊妹好像很得胜了，她实在是把别人都压下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位姊妹，她在这一种的观景里面，她本来啊，按照她自己来说，也许会有一种的反应，会有一种的激动，会有一种的不痛快。但是他愿意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把自己转到灵里，换句话说，他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在他身上就是一种的末药。当他接受了这个十字架这个末药的时候，别人就很稀奇啊，在他的身上就有一种香气，他没有苦毒，没有愤恨，没有脸孔红起来，他没有说话的时候一种带着刺激反应就过去了，他还是那样的坦然，还是那样的柔细，还是那样的温和。人就觉得在这一个姊妹这个弟兄身上有一种馨香呢，给人闻到了，在他身上要转到这个灵里接受这个十字架，他是有苦的味道，但是一有苦的味道，这个末药就在他身上就散发了一种的馨香。我们在雅歌里面就看到王对女子的赞美，一面赞美了她的美丽，一面是赞美到她的馨香。美丽啊，是眼睛能看见的。比方说圣徒，他为着主的缘故，他有牺牲，
他有百善，他有劳苦，他有各种在圣徒们中间的服侍，这些的美丽都是人能够看见的。那不只是这样，他还要有一种的馨香，这个馨香不是在外面看得到，乃是里面闻得到。人越被墨药来熏的时候，他就越有这种的馨香被人闻到，别人跟他相处跟他来往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可悦可喜悦，非常的甜美啊，非常的叫人舒畅。这个墨药啊，真是一个馨香的，因为有墨药的馨香，你就知道那个乳香的馨香也就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都愿意来服侍主，有的时候你要发现你自己可能有很多表现出来的美丽，别人看见了也称赏，也称赏你，但是你还得求主啊，叫你在这个美丽里面流露出一种的馨香来。这个馨香是你自己造不出来的，但是你只要接受墨药，有墨药就有馨香，没有墨药，你外面再擦粉擦胭脂还是不香，你在巴黎的香水再喷了太多，你还是不香。你有墨药，人就感觉你的馨香。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有美丽，也需要馨香。那么这个三人毫无疑问是指着主耶稣。三人他有各样的香粉，可以说基督一切的丰富，他的所事里面一切的丰富，他都是香的。基督的丰富没有不香的，所以他是各样的香粉嘛。所以你享受基督的丰富的时候，你总是会带着这些香味，有各样的香味。好，这个女子她有墨药的香，有乳香的香，有各样香粉的香，一直熏她熏她，有的是在这个神的爱神的恩典里来熏的，有的是在这个百合花中间来熏的，有的呀甚至也在荆棘里面来熏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他就在这里进步进步进步，到有一天他充满了这个香气，他是属灵的，他是属天的，他是往上去了，他又是稳定的，是旷野上上来的。哇，这个形容实在是太好。弟兄姊妹，这个女子的长进真快啊。今天教会里面如果有几位是这样进到这个第三段的经历里头，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一些观景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前景，我们都应该在信心里相信主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把我们做成这一种的情形，主就要把我们做到这一个地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来看到第七篇，就是关乎雅各的结晶里面的第七篇第七个结晶，同神行动并且与基督连结。到一个地步是在神的经纶中能够同神行动并且与基督连结在一起。我不知道在座的
壮年班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堂课以前有没有把这些结晶这一本书啊，也有一篇一篇逐渐你看一下。我盼望我们能够预先有一些预习，甚至到了后来读过经过这一堂之后，也能回去把纲要看一看，把里面的情形里面的内容看一看，这个会帮助我们对于这个女子的经历有更清楚的认识。那这第七篇里面，我们在第七十七面里面有一个纲目，是说与神的经纶相配，在与基督的连结里同神行动。到了第七篇，到了第三章这里，他就到一种观景，就是他这一个人是跟神的经纶能够相配的，因为他与神的经纶相配，所以他就能够在与基督的连结里面同神行动。那李弟兄在这里他就给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温习，告诉我们与经纶相配要有多少步的长进。这个长进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跟神的经纶能够配得起来。我愿意把这一个稍微点一点，弟兄姊妹应该会很清楚。他说这个相配，第一，佳偶有初步的追求，这个初步的追求就是爱的追求，这个就是第一章我们讲过很多的。然后第二，佳偶被带进交通的内室，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就是在网的内室，就是在灵里面和这位士领的基督有交通，所以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爱的交通，进入爱的交通，有爱也有灵的交通。我再提醒弟兄姊妹，这一个是要我们与神的经纶相配的时候，先要有这两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爱的追求，没有灵的交通，我们还不够跟神的经纶来相配。那因着这样两个，主就在这里带领第三步，佳偶就受指引，进入正确的教会生活。一面有个人跟基督的交通，一面也在羊群里面有正确的教会生活，这一个也是非常必须的。因为绝不能我们光是凭自己单独的追求而能与神的经纶相配的，因为神的经纶总是借着团体而有的行动，并且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第四点，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有变化，这个完全是在神圣的生命里变化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使我们成为新造。那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变化是变化什么呢？原来是法老车上套了骏马，现在呢就成了百合花了，成为玫瑰花了，撒冷的玫瑰花了。原来这个头发是散的，现在不只是有发辫，还有金子，还有银钉，还有珠串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只是这样，并且他还有鸽子眼，有属灵的眼光。所以这些都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了变化。
第五，基督与佳偶有互相的得作和享受。在这里，良人享受佳偶，佳偶也享受良人，有个互相的享受。第六，基督呼召他成功的追求者上十字架，使己被破碎，天然的人被了结。这个追求者在这里的追求非常的成功了，他是成功的追求者，因为到了第一章末了，以青草为船舶，以这个香柏木为栋梁，以这个柏树来做这个船子，他实在是对于良人有非常甜美互相的得着和享受。那你成功了，好，主就要在这里呼召我们要上十字架，要把我们所谓属灵的己呀，要破碎，要把我们天然向着主甚至对主那个追求那个能力那个劲儿啊，也要被了结。这一个是第二个阶段了。然后第七，基督的佳偶完满的体验基督复活的法貌丰富，借此得着鼓励并加力。那这一个就是符合腓立比三章十节，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磨成他的死。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他就和神的经纶相配了，因着这一个缘故，他就能够在与基督的连结里面来同神行动。所以这个第三个阶段的确是相当的高，相当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六节，有旁观的第三者来问说，那一位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底下说，看哪，是所罗门的教。看哪，是所罗门的教。然后到了第九节，又说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一寸华轿。然后十一节又说到，哎，所罗门有一个冠冕。这里就提到三样的东西，很奇妙的。第一样东西，这个轿啊，这里的轿，它原文是卧榻，是所罗门夜间安息睡眠用的。那第二是所罗门王的华轿，是所罗门在白日白天的时候行动所需要的。第三呢，是冠冕，这个冠冕不是他做王的时候得的那个冠冕，乃是他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加上去的一个冠冕，就是他心中喜乐的时候给他戴上的。所以这里是指着喜乐的冠冕。所以在这里啊，就提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卧榻，一个是华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冠冕。很奇妙，这三个东西就是李弟兄这里接经的读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在于基督的连结里面同神行动。与基督的连结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第一，这个卧榻
当这个第三者在那里有一个问题，说那一位从旷野上来到底是谁呀？结果他底下的答复很特别，说是所罗门的卧榻。所以这个所罗门的卧榻就是那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形状如烟柱的。然后又说那个华轿，华轿也就是那一个女子。然后又说了那个冠冕，冠冕呢又是那个女子。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女子跟王呢完全连接在一起了。在夜间所罗门王就是在这个卧榻上得着安息，在白日所罗门王就是借着这一乘的华轿而行动，而在所罗门这个婚配的时候，他的喜乐啊，就是借着这一个冠冕，他来享受婚配的快乐。而这一个冠冕就是戴在所罗门的头上，所以这三样的东西跟所罗门完全是连接起来的，并且这三个东西是跟所罗门的行动是有绝对的关系。那么在接经的读经里面，我们就读到这个卧榻是表征啊，今天在召会时代里面，他的召会或者说他的这个他的佳偶啊，来对于他是怎样的，是他的安息，并且这个安息是在得胜里面来享受的。那华轿就是指着当基督在国度里面，千年国度里面，他在这个权柄和荣耀里面的时候，他而有的行动。那在这个行动里面，我们就跟基督啊完全连在一起了，成为他行动的凭借。然后第三就是到了勇士里面，新耶路撒冷，那我们这一班蒙恩的人乃是所罗门的一个冠冕，叫他喜乐，叫他满足。所以这个是表征里面来看，但是从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来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女子她在一个带领里面和主连接到一个地步啊，她能够成为所罗门的卧榻，意思就是说在黑夜里面所罗门因着我们他能够得着安息。虽然是蛮有征战，但是基督已经得胜，而这个得胜是借着这个六十个勇士，我们乃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勇士啊是这个女子，卧榻也是这个女子。然后这个华轿也是这样，一面这个华轿是这个女子，一面呢华轿也是这个所罗门。因为这个华轿，第一它是黎巴嫩木，黎巴嫩的木头就是香柏木，是指着高贵的人性。它这个轿的柱子是用银做的，所以有基督的救赎。它的轿底是用金来做的，所以有神的性情。然后坐垫呢是紫色的，是君尊的尊贵，并且里面又有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铺在那里。所以在这里就是神人相调一种的情形呢，就连在一起了。
不光是在这里连接在基督的完成的救赎上和所给我们的神的精子的性情，并且在这里满了我们的爱情，完全调在一起，所以就成了所罗门的行动的凭借。那第三，这个华冠，这些的表征都是非常难懂，但是前面的弟兄们，我看他们的确从主那里在经历中摸着一些的点，是非常好的开启，叫我们看见这些表征到底在属灵上是指着什么。这一个冠冕，他说是所罗门的母亲，所罗门的母亲给他的，这个母亲是什么呢？是谁呀？那么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这个母亲是指着人性。当主耶稣取了人性呢，他生在地上的时候，那就是他整个的人类，这个人在这里呀，就贡献给，就给这个所罗门王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就是我们在人类的里面一部分的人被他得作了，被他制作了，磨成他的样式，结果就成了他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整个人类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却是主在人性里面来得作的。当他是神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冠冕，他成了人了，他来追求我们，他成了人了，结果整个的人类啊，这个人性啊，就成了这个母亲就给他这个冠冕。